大家好，我是王中平。这次呢，我在《平凡很幸福》这部戏当中呢，饰演的是翁敏赐师兄。他是一个很实在、很老实，然后也很替别人着想的一个人。他身上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缩影：勤奋、努力，只要有机会，再辛苦都愿意去争取的那种精神。六点，金蕉，向你追。阿未卖完哦，万事起头难，而且咱来好好打拼，以后一定越来越好。这个戏的精神就是从平平淡淡的生活当中咀嚼出幸福的味道。老婆老婆，阿阿婆就是吃老。所以要记得要准时收看我们《平凡很幸福》，然后希望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分享您的幸福。